是骑骑的脚弄这样不是很累吗？他前面有放东西吧？嗯，你根本、哦、没有，你看，没有。有的人如果骑得慢，他习惯性脚要放着，就像我骑脚踏车啊，刹车不好，我的脚不敢抬起来。不晓得，有时候我买很多东西根本没地方放，或是有人载小狗的、啊，或是送货的啊，你根本不知人间疾苦啊！你只会开会。这家曾经被偷哦，被打破了。Gucci 是他的 LV 被偷。附近那么多警察还可以得手？那应该是说那些都有保全的。有的店不是晚上监视器就关掉。左边是不是翁大明的楼？嗯。但是他的住家是在木栅。他已经被拍卖了。哦，他以前住的。以前国华人寿已经被拍卖了。他就是在他家用那种什么远红外线的块木的那个桶子，有没有人可以坐进去那种？可是他那时候是一个人在家，太危险了，因为。他有糖尿病，有高血压吧？那温度设定太低。国宾，国宾给了国宾。